云林北港的义民庙内底有四个大供奉。四年前，庙方有请学者来审查古文物，有建筑古件向云林县政府申请登录做古物，即马嘛已经通过审核。官府未来会协助保存，也安排展览，希望让更多人来认识义民文化。北港义民庙内有四座仪桶，包括三座义民桶和一座义宽桶，是少数庙桶合一的庙宇。警方在清朝期间，百姓做义民团抵抗拆毁，不幸死亡的遗书，到现在也留下数十件历史文物，包括西王1820年的大挑选事件，36位遗书的牌位，庙方阁保存掉的。义民庙最后通过五项古物、一半古物、或者咱叫五古物，表达咱意义，就讲咱这件确实是真正是一个迄个关键古迹，已经有234年的历史了。庙方表示，为了保存庙内历史文物，庙方四年前开经费进行普查，陆续提报五件文物，希望列为一般古物，包括提报义民爷公的神尊、墓碑和香味牌等五件文物，经文化部和文管府。这个共同查访和研议，这五件文物在111年12月通过审核一般古物。义民庙这五件文物会当予大家人拢知影，啊来讲证明讲咱这个义民吼对这义民精神的一个崇敬，啊未来希望文化部伊会当甲咱这个五项这个文这个古物会当甲咱做完整的、较好的这个。展示重要的一个古物的一个保存，跟公庙来协议，未来如何透过专业的这个就是湿度、温度、空间的一个准备，让这么重要的古物可以妥善的，就是保存。文管处表示，北港义民庙是关定古迹，未来将结合古物展示，让更多民众了解义民精神和历史典故，同时卖借着出版专书，完整记录清朝林爽文。在桃村民变事件中的移民文化，记者吴立波报道。